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快点走，我们快点走，我要快点回去见他。是不是哭到现在了？咦，看来好像不是。那水就剩这么点点了。妹妹，妹妹，妈妈，看妈妈了吧？咦，头晕。你为什么没反应啊？你刚才不是哭得很厉害吗？我都回来了。妈妈。超厉害的！我之前真的，妈妈说过妈妈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七哥，干嘛你又想哭了？干嘛？你笑一个给我看。姐姐、妹妹，姐姐有没有照顾好妹妹啊？哥哥说你可以滑过来，你为什么不滑？我想跟妹妹一起。你怕妹妹再哭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个好姐姐。是你呢，姐姐。我没哭，没水啊。谁没水呀、啊？哦，为什么他没水，他会死的？没有水会死的。你现在自己不喝啊？你要先给乌龟喝先。对，我不想给它死。好吧，好吧。我想把它给灌满水。妈妈，我们一会儿就要开始踏步戏水了，会把我们的小乌龟送回它自己的家。没事，我给你弄完，给他弄一下蚂蚁，好不好？对呀，你先去弄蚂蚁。爸爸，蚂蚁死了。妹妹，你刚才哭那么厉害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并不需要啊？是不是？对。以后别再这样子哭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但是我不舍得你。我知道你不舍得我，妈妈也不舍得你。但是呢，妈妈答应你，妈妈不会走远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画不上去。你能带上它吗？你要带这个吗？我不是，我给你带那个。我们还要穿这个，儿子。变身，你变个身，我看看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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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！哇，这好快！穿鞋子，我太累了，还没出发就太累了。是不是在楼上过啊？啊，在往上走哎！哇，蚂蚁！哇，真的挺多的。但是我跟你说。别看他，别看他，妹妹，你走榜样给姐姐看，你怎么走过去？很多蚂蚁，我是最怕蚂蚁。没有，你用脚踩，你不会是吧？前面都没有了，你看，只是这里有，这边都没有蚂蚁了。蚂蚁很小的，你看不到吗？一来慢慢走哈，教练你负责一来。哇，很容易，很容易，很容易。对，很容易的。我不要帮的，我可以的，看着我。别，别。你看妈妈，你看妈妈的腿啊！我的腿啊！救命啊！没事没事，我不敢。没事，妈妈来。站起来就好了。我们一定要勇敢。我不敢。没事，我来。我来陪你。一来一来，站起来，慢慢一步步，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。一来好勇敢哎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我一屁股都坐下去了。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机会，可能十年、二十年都没有机会再来那种地方。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记住那个那么好的、美好的回忆。我真的给你弄屁了，你站好好好不好？别踩，别拉我的衣服。下去，下去！你不要这样看我。哎呀，
我也觉得太多蚂蚁了吧。别说他了，我自己也害怕死了。我手放在那个石头上，我感觉到好多只蚂蚁已经下来了，然后那个又推着我，那个又要我扶着我说你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的手啊，我感觉很痒啊，你明白吗？我也很害怕，但是我又不敢吓到我的那个大女儿，因为她本来已经很害怕了嘛，所以呢我就忍住，最后我呢都丢开了，然后吸吸水了，我都自己都害怕了。好，走，我一个人不能抱两个人啊。你别装，你别再装了，怎么很美的嘛，可以不然你们会变成这么丑，怎么要那么辛苦啊，妈妈。看看你的样子，一来你干嘛那么快呀？我不想有人帮忙。不怕的，做人一样，什么都是。要不要妈妈先给你看？好，好，妹妹姐姐看住啊，好，站在这里，走起来。当时看着他是这个脸直接见水的，我想就完了，还得哇哇大哭，还行，起来还挺淡定的。好，我们下去吧。让我去。以上，舞友们准备的牛奶。我想现在出发。哇，你们真的是不用休息的是吧？我们出发了好不好？好吧。这中午早知道应该多吃俩馒头，幸好我多吃了。拜拜妈妈。拜拜。妈妈去仙。妈妈什么？去仙。我的妈妈去仙。妈妈你先。哦，先去。好，你先吧。你没有带那个手的。我不带。哇，你妈妈很勇敢哦！你为妈妈加油，大心点。妈妈加油，妈妈加油。啊，那个会是你妈妈吗？你妈在那边啊。好，妈妈们，宝宝们，我们从这边走。小乌龟的爸爸妈妈在那边。哇，到了！哇，好漂亮啊，这里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你看，这有一个鸭子。你亲他一口，你亲他一口吧。哇，我害怕了。别害怕哦。咦，你看他头伸出来了吧？拜拜。哦，回家了，你看。拜拜。
欢。你看他多开心，他感谢你啊，送他回家了。哇，全部都是肉，吃饱。其实孩子最需要的，反正就是补钙哈。就天天喝 QQ 星嘛，里面含有 A 又有 D， 所以就帮助钙。谢谢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谢谢谢谢。热带雨林，你们是医生人第一次来，妈妈也是第一次来，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有机会再来。我觉得昨天一天下来，首先对于小朋友们我是非常佩服的，因为每一个小朋友都是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去完成了这样一段旅行。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交到了新的朋友，然后学会了怎么样去跟新的朋友去相处。